主播的巅峰赛一，不是主播能玩吗？让我看看。进入地图，又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巅峰赛，转头间就让我看见了彩彩大帅哥。哎呀，哎呀呀，这不彩彩吗？吃豆博主还来打巅峰赛了？难道巅峰赛也有豆子吃？去你娘的吧！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不仅如此，还有这么多的大主播唯独没看见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其他梦鱼主播我也一个没看见啊。不过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巅峰赛启动。虽然路途坎坷，但好在最后也是成功来到了球巅峰决赛。看这决赛架势，我们得发力量。各位大主播们，对不起了。投胎了半天对手，这人数也没见少了多少。等会儿，这是什么？一个眼睛？难不成？好吧，打了半天的决赛，你告诉我只用进入传送门就能过关？你还真够老六的呀，作者。最后利用传送球的身法，这不就直接过来了吗？小小主播巅峰赛轻松拿下。